轮提提你，2023现金分享计划款项发放时间表出咗啦。7月4日到7月7日会透过自动转账发放款项，而7月14日到8月4日就会以支票嘅方式发放款项。唔知大家有冇计划好你嘅现金分享要点样用未呢？款项发放嘅详情可以扫以下嘅 QR code。